这样子点了吗？对不起，兄弟们。怎么说啊？这个皮肤啊，兄弟们，这个皮肤十分给几分？来，我是没下好，我总感觉它材质丢失了。这个皮肤是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就喜欢这种清爽、简洁的，真的是我就喜欢这种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，这太浮夸了。这个也还行，这个有科技感。这个的话确实太简洁了。这个也简洁，原皮其实也很好。我其实挺喜欢原皮。哎，这个的话就怎么说呢？就是广东蟑螂嘛。懂的都懂吧，广东蟑螂，其实这个石旭的皮肤没有丑的感觉，没有丑的石旭的皮肤，我还喜欢青花瓷啊，青花瓷简洁知道吧？简洁啊，兄弟们，来再来一把，兄弟们再来一把，一号公路，还有抽图是吧？总决赛哦，总决赛有抽图啊，等一下切回去，等一下看一下总决赛的抽图啊，这个是必须要关注的东西啊，6月15号太仓电竞场馆见。太仓体育馆，我真的记得是可以摁拐的，就是可以拐到底不用鸟的。不行，持续得还是得稍微松一点。青龙是可以的。怎么这么慢啊？感觉什么牛魔哥，奇奇怪怪。对，我怎么感觉这么慢？真的，太久没玩了，持续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太久没玩了。我持续他妈03.1的。我知道，但是太久没玩了呀。好，这边抽图了，这准备抽图了，还在采访。
慢速。妈的，这慢速！这个、哎，我真觉得。边在哪里？其实从赛季初开始，然后就一直在围绕这个不变，说我们 S 级就没有一个新人嘛。嗯。当时我就说过，我说我们不变阵容，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实力不会变强。是的。然后我们也是在。因为现在就是我们没有替补了嘛，现在，然后就只有现在这几个首发一直在打，替补就一直没有上场过。然后大家磨合起来，可能是越来越得心应手的，然后默契也越来越强。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大家凝聚力就是团结，特别团结。是的，其实今天解说在解说的过程当中也提到过，其实秋天是更多属于 RSG 的故事，而对于 RSG 而言，很多次的春天其实都已经决赛现场失之交臂。而这一次，在这个春天再一次晋级到了总决赛，再一次胜出到了狼队，想要书写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对于主教练而言，我觉得书写奇迹不分春天秋天吧。好的，感谢。然后接下来问一下飞渊。飞渊其实能看得出来啊，感觉。尤其是昨天的比赛吧，哇，这慢速啊，打到哇3.6的时候，3.7废了，怎么那么慢啊？我操，可以了，这都没03中的细节，气死！压力的，因为被虐多了吗？是压力，责任在肩的话，其实还是不能够卸任的。那也是想问一下，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，飞渊对于总决赛的舞台是十分渴望，或者看看这张图啊，兄弟们，这张图，现在再一次来到了总决赛的舞台面前，有什么样的话想说？就再一次来到总决赛嘛，就想跟我的两个道具队友说嘛。这图时序啊，不蹭喷还是03啊，蹭喷就02的时候心态能好一点，就不要因为我们逆就是一号公路啊，一号公路不蹭喷还是03，蹭了喷的话就02。只要你们相信我，肯定能带他们飞。对，决赛的时候。好的，感谢飞渊，也同样非常感谢你们队友之间这种羁绊。接下来问一下念旧。其实一直在说是中狼，但同样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今天的队友阿尔萨普，他们同样是一支道具实力非常强势的队，而且看得出来，其实第一轮上来之后，他们打的是有些挣扎的。而我觉得，对于这强队而言，其实最厉害的、最让人佩服的点就在于他们能够在比赛之中快速进行调整。而对于你们第一轮来说，其实差点做到了，而第二轮是一个5-0的分数。我想知道你们是在局内如何去进行调整？就大家互相鼓励啊，然后找到感觉。哦，对，找到比赛。妈的，气死了！能够具体去说一下，对于你而言，比赛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？就是给自己自我调节吧。对，对，自我洗脑。是自我调节，自我洗脑。那也是同样来到总决赛了，对身边的两个队友有什么话想说的？想说的就是一起加油吧。加油，对，一起冲，我很相信两位队友，是的，都在这一组的队友的这一组然后非常的有重要。接下来给到大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废了，最后来一把，那这么屌的干脆吧。其实 RSG 在我们的印象里面，或者说环环的实力来看依然是非常强劲的，但我想问一下 RSG、这快速竟然点不出来，你们是如何看待现在自己道具组的一个处境的？不破不立，不破不立，我懂你的意思。而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，其实我在你的微博上看到和比赛相关的，也是最新或者说最近的一条微博，其实还是在年总打完之后那一天发了一条，大家今天打得很棒，大家那一天打得很棒，怎么样？也期待着下一次和狼队的交手。那刚才两位队友已经和自己身边的人打完气了，接下来要和狼队下一次对战说些什么？希望大家都发挥最好的状态，没有遗憾。好的，再一次感谢大可，同时再一次让我们恭喜 RSG 晋级到我们这一次的春季。